你是月尊，你要荡平仙界，杀光水云天的人。他们把你当做叛徒，你却还把他们当成族人。只要我自己知道我不是叛徒就够了。就算是死，我也不可能背弃水云天的。那你要背弃本座吗？ 到底要如何？你我本就两族有别，何来背弃一说？你是高高在上的月尊大人，而我。 只是一个连身份都弄不明白的小草，我们之间谈什么情，什么义？请月尊大人不要再在我身上下功夫了，我配不上这份尊荣。你说你与本座之间没有情谊，那你为何日日陪伴，为本座做那么多事情？ 是你让本座的七情复生，让本座有了感情牵挂。你现在是为什么？对不起。你到底是为什么？ 你是月族的领袖。 担负着月族的使命，我也一样。水云天是我的家，本座只想把你的家还给你。而且刚才你也说了，你可能根本就不是仙族。可我在乎的人，除了你之外，都在那儿。 我问你，你踏入灵锁门时，长恒拦你，你会如何？杀了他。那我师父拦你，你会如何？即使你师父，若肯归顺，本座饶他不死。倘若他执意不肯归顺，誓死要捍卫水云天呢？ 你就真的不能为了我放弃仙族吗？那你可以放弃月族的仇恨，放弃你对父亲和子民的承诺吗？